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兰里了。这是兰里的一个小公园，叫 James Anderson 公园。今天温度比较高，最高温度29度，最低16度，晚上睡觉倒是很好。好了，到里面去看看。这里没发现有停车场，路两边都停满了。我们刚刚是停到人私领领地，他说让短期停一下可以。这里有一个简易的厕所。啊，一进来就是一个小孩乐园。这些就是一个步道了。这个公园就这么小。外边很热，倒是里边还是挺凉爽的。谢谢大家收看，下个公园见。大家好，我们开始就2公里啊，又来到一个公园，叫兰里 Meadows 公园，看看这公园怎么样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里还有个停车场。那边有个棒球场，这里有网球场，可这个饮水机肯定没开，我放了一些松子。这里有个儿童乐园，这是给海绵样的地。有垃圾箱，但是呢连简易厕所都没有。这里有大片草坪，一个棒球场，当然也可以踢足球。今天带大家转了两个小公园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